教你如何一夜暴富。我操！怎么样？看不出我这一人一本说好的拿来吧。阿浩以为我们三个不懂他的小把戏。记下，看好了，两个空杯子，嗯，我能让他们变出水来，信不信？妈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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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轰！简直奇迹的时刻！哇！哇！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怎么变的呀？钱啊！阿浩舅舅，你也来猜猜我的魔术吧。来呗，我本金多不怕你呀、啊，多少钱你随便定。我们两个就不参加了吧，输怕了，赢了，他俩不行、嗯。来来来，我能不碰这支笔，就让笔自己滚动起来。看出破绽，这2000块就归你。看不出来，你给我2000块。来嘛，怕什么？来！哇！不对呀、啊，你怎么会搞魔术的？不可能的。辛苦了，宇阳舅舅，辛苦了，哲一舅舅。你们给我还给我家。